掀开经本，科会第四十面，经文第四行看起，全持功德第十七，这个比较好找啊，这第十七品的开头。我们将经文念一段啊，对对地方。右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各一等，或十由旬、二十由旬，乃至百千由旬。在这一品经，世尊呢要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的全持，实际上就是七宝持，不可思议的功德。经文首先把保持得水的总相给我们介绍，然后说出这个七宝池有多大，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功德，以及池边池的岸边呢树木花草一桩一桩给我们介绍。在《观无量寿经》小本《弥陀经》里面，对于西方世界的保持得水，佛说的很多，而且赞叹的很多。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正好啊，在上一个星期，有同学从网路上影印了几张关于现在科学家对水的研究报告，与我们这一段经文有密切的关联，使我们真正明白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水跟我们这个世界的水没有两样啊。为什么人家的水具足八种功德而我们这个地方水为什么会没有呢？这就科学证实了佛在经上讲的依报随着正报转呐，一切法从心想生呐，
相随心转。佛在经上常说，现在呢，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了，这是一位日本的科学家江本成博士，他用了8年的时间，他从1994年开始研究，用这个高速的摄影技术观察水的接近，发现呢，这个水是有灵性的，是活的，不是死的。他能够懂得人的意思，如果人给他的讯息，这个讯息是爱心，是感恩，给他这样的讯息，我们心里面想到爱，想到感恩，他的接近图像雪花一样非常之美，他照的照片很多有好几百张我这里只有几张。如果你给他的讯息是嗔恚，是发怒，心里非常不高兴，那个水的样子很难看，接近立刻就没有。我们知道那水在哪里，就是我们饮的水水怎样能养我们的身体，欢喜心去饮那个水跟发怒饮水不一样我们真是粗心大意，要细心去体会心情愉快欢喜感恩的时候，你喝那杯水跟你大发雷霆喝的水味道不相同营养也不一样养分也不一样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人身体70%是水分地球大概也70%是海洋水不但呢，我们起心动念它有感应，它改变它的这个接近的组织，它还会听会听音乐这个音乐的内容是善的，就是他能够辨别善恶是非，谁能辨别这个这个音乐的旋律是善的，是美的，它的洁净很漂亮如果是噪音像现在的热门音乐，他们都试验了热门音乐呢，这个下面两张就属于听热门音乐上面呢，这是听的，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你看它这个接近像雪花一样非常美。听现在的热门音乐就变成这样，他会听不但会听他还会看这个里头。也有一张他会看的这上面三个图都非常美给他看什么呢，你写一个爱，写一个感谢，第一个是用日文写的，第二个是用英文写的，第三个是用德文写的，都是爱感谢
你看他的接近非常之美，他会看，他会听，起心动念他有感触。所以这个日本科学家说，宇宙万物是活的，没有一样是死的，都有灵性。我们学大乘佛法的人知道这个讯息，立刻就明了了。不但水如此，土是不是这样的？也是这样。如果再细心去观察了，泥土、微尘，肯定跟水呀一样啊。所以我们喜悦的时候，佛讲啊，长生欢喜心啊，你这个人健康长寿啊，什么病都没有啊。病从哪里来的呢？佛在经上讲，常常讲啊，三毒。三毒是贪嗔痴啊。你天天起心动念跟贪嗔痴相应，跟食物业相应，你整个身体血液是水分，这个肉体就跟微尘一样的，它产生变化了，它变得很不好啊，那就是疾病的来源。如果你的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充满了爱心，充满了欢喜心，你整个身体每一个细胞的组织都是非常美好的，你哪里会生病？所以年纪大，许哲说的年纪要大，但是身体要像年轻人一样。我认识他的时候，他那一年是101岁，他告诉我，101岁的年轻人，这有道理啊。他为什么会年轻呢？我们现在明了了，他长生欢喜心啊。他没有贪嗔痴慢，他没有忧虑，他没有烦恼啊。天天他的工作，实在讲工作也很辛苦，也很忙，帮助穷苦的人。他现在还照顾20多个新加坡最贫穷的人。这么大年岁了，他还想办一个养老院，看样子很难成就。确确实实他身体健康，他没有毛病啊。我仔细观察他，就掉一个牙齿，耳目聪明啊，今年105岁啊。那想到我们中国古老的医学，中医啊，中医最古老的典籍是《内经》啊，《灵枢》。早年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李炳南老居士是国手啊，那是有名的中医的大夫。我亲近他的时候，好像是31、2岁，
啊，我很想跟他学这个本事。他告诉我，他说你年龄太大了，如果你今年是20岁，我一定教你。啊，学习的年龄过时候了。他跟我讲，中国医学的道理不是治病啊，是讲长生呐。啊，依照中国这个中医理论来讲，人的寿命至少要活200岁，是正常的。啊，就等于说是，你这个身体是一部机器。你这个机器要是知道保养啊，知道好好的去利用它，它的寿命呢应该是200岁。那么换一句话说，你活不到200岁啊，你是把这个机器糟蹋掉了啊，你根本不懂得养生之道啊，啊，自己糟蹋了自己啊。所以中国的医学是讲养生的，啊，不是讲治病的，啊，这是第一个，是讲长生。第二个呢，是讲怎样不生病，叫预防的。啊，这个第三呢，才生了病之后啊，怎样去治病，所以。中医治病呢是第三等的，啊，不是第一等的。治病呢又有三等，啊，第一等，这个真正好的大夫，他看到你的气色，看你的说话的音声。看你的动作就知道过10年或者过20年你什么地方会出毛病。这个说起来好像是神话了，而实际上呢的确有科学的证据啊。你看这个驾车的同学们，他驾车的时间长了，啊，有几十年的经验，那个车一发动，他的声音，他就晓得，这个车哪个地方有问题，啊，还能跑多少里，某个地方出毛病，要去换零件去了。人身体是一个机器嘛，啊，你的声音的时候，代表你整个部位，你全身某个部位。哪个地方不合适了，快要出毛病了，快要出毛病，不是马上出毛病，啊，10年之后20年之后，他有能力看这么长的时间，啊，你会得什么病？有道理在呀，啊，所以那是治病啊第一流的医生呢，啊，不必要问你。用不着把脉。第二等的医生呢，啊，看还没有把握，还得问问。啊，他就了解了。把脉是第三等呐，啊，第三等才给你把脉了，啊，就我常常看到很多这个医生呢，看病都把脉，三等三的医生。中国医学那确确实实在世界上真的是一流的啊，任何国家民族的医术比不上中国啊。但是非常可惜，现在许多年轻人迷信崇洋，一切都是外国的好，中国东西太陈旧了啊，落伍了，应该丢弃了，不知道中国东西真正宝贵呀。
啊，所以中国东西学的是，你一生不生病啊，你是这个多自在，何必要生病呢？啊，临命终时候也不生病。学佛的人，事实真相，我们看到很多啊。欲知实知啊，生死自在呀，哪里会生病走的呢？啊，所以这中国5000年的文化有它的价值啊，不能轻视啊！啊，大乘佛法跟中国文化2000年的之前就融合成一体了啊，能够遇到啊，能够学习，这是莫大的庆幸的，这个机缘非常不容易啊！开经偈上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那么这份资料，我听说呢，这个日本这一位科学家，他已经出了书了，啊，这个书台湾有中文的翻译，啊，现在是畅销书，我相信新加坡的书店一定可以买到。啊，那么这个书本里面有200多张照片，啊，说明这个水在各种不同状况之下它的反应。啊，很值得我们做参考，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事实，就晓得极乐世界的水为什么好，极乐世界人心好啊，啊，所以感得水的洁净，啊，都是美到极处了。心地纯净纯善，佛如是，菩萨如是，每一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地都跟佛菩萨一样啊，如果不一样呢，他不能往生啊，啊，总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扰乱的，哪有这种道理，这就是昨天跟诸位说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都是发菩提心的。不发菩提心，佛号念得再好再多都不能往生，啊，因为往生的条件呢，你只有一半，还缺少一半，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菩提心很不好懂啊！啊，那么我在这么多年来，啊，用10个字来说，这是方便多了，啊，一定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肯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这个话是佛在华严圆觉经里头讲的。
确实佛不常讲啊，这佛说的。那么在中国儒家讲，人之初性本善啊，我们要肯定人性本善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一切众生包括的范围大了，不单是人啊，我们看到的畜生啊，有情众生啊，皆有佛性啊。我们从性上去看，你的真诚心自自然然就流露出来，慈悲心呢也自然会生起来了啊，因为清净平等慈悲是性德的啊，自性里头本来有的。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无戒是善啊，戒定慧三学，菩萨六度都是自性本有的性德了啊。儒家给我们讲的伦常八德也都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我们如果懂得都能够遵守啊，这个遵守就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与道德相应啊，与性德相应，性德跟道德是一样的。佛法里面讲性德，儒家讲道德啊，那才是真实的真善美慧呀。你所感得的物质世界就跟你的心完全相应啊，真善美慧啊，这个慧是充满了智慧啊，诸佛世界如是，极乐世界也如是啊。所以它的水有八种功德，这八种功德经上常常说啊，第一个清净，一丝毫的染污都没有啊。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水现在染污相当严重啊，染污人为的啊，染污的根源是什么？是人习性里面的贪嗔痴啊，贪嗔痴染污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失去了健康啊，染污了我们周边的环境，再扩大是染污了整个地球啊，染污结果就是我们大家所担忧的天灾人祸啊。天灾人祸从哪里来的？染污果报啊。啊，换一句话说，自作自受啊，西方世界的人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
纵然是凡圣同居土待业往生的人，阿弥陀佛有智慧有能力，你的业障习气到极乐世界它不会起现行，虽有不起现行，就是我们一般讲它不起作用。那我们要想为什么会不起作用？烦恼习气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都没有了。是那边的大环境太好了。这里头最重要的，我要给诸位报告，那就是天天听经，天天闻法，阿弥陀佛天天给你讲经说法了，你的烦恼怎么会生得起来呢？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现在人不谈了，古时候读书人有所谓呀，三日不读圣贤书，面目全非呀。三天不读圣贤书啊，自己就胡思乱想啊。为什么面目全非呢？你身体里面从血液到每一个细胞组织都改变了。像我们看这个水结晶一样啊。那个好的结晶、霉的结晶都没有了。我们是粗心大意呀，看不出来呀。有定功的人，心地清净的人，一看就清楚，他能看得出来。他比我们一般人敏感呢。观察如微也，他能看出来。这粗心大意的人看不出来啊。所以极乐世界的人清净，感得一切万物都清净，这净土没有一样不清净，净随心转嘛。第二个，它的水清冷，也就是那个温度非常适应，不像我们这边水，有的时候太热，有的时候太凉，它的温度的时候。对一切众生的时候通通能适应。这个适应之妙，它能够适应的每一个人不同的爱好。有的人喜欢水热一点，你饮水它就正好。喝你的口味，有些人喜欢凉一点，他喝下去他就是凉，完全随自己的念头在那里变化了。我们这边水亦复如是，是我们自己没有功夫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物质的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人心能够改，随自己的意念改变外面物质环境，一切物质环境都是从心想生，都是依自己心想在那里产生变化。
所以你受用啊，得自在了，你怎么会生烦恼？啊，你怎么会有烦恼习气现行？不可能的了。啊，真的，我们这个世间人常讲啊，随心所欲啊，随心所欲，在我们这个世界是一种理想，是个愿望，做不到的。西方极乐世界实现啊，真善美慧在我们这个世间也是一个希望，根本就没有的啊。那么在西方世界，真善美慧落实了啊，随心所欲也落实了啊。你要讲到根本的原因，是从自己的心念，自己的心纯净，自己的心纯善，纯净纯善从哪里来的？天天听佛讲经，所以诸位同修要晓得，佛教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啊。我接触佛教，知道它是教育，我才发心学习。如果它要是宗教，我就不会去学它了。介绍我入佛门的方东梅教授，我跟他学哲学，他把佛经哲学做一个单元教导我，啊，以后我接触佛法之后，细心去研究观察，真的，它是教育，它跟宗教扯不上关系。啊，他教学的目的，啊，我在前面常常跟诸位说，三个目标啊，啊，这三个目标是对上中下三等根器人说的，啊，上根的人，目标帮助他转凡成圣。啊，中等根性的人帮助他转迷为悟，啊，下等根性的人帮助他转恶为善，这三个教学目标啊，不但释迦牟尼佛如是，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如是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啊，那么是教育了，我们要想学这一门功课了，那你不上课怎么行呢？啊，你要把这一门功课学好，那你天天上课，这个课一天不能缺啊。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别的，真的，孔老夫子说的话，我完全懂得了。学啊，天天在学啊，永远学不尽的。我们在经里面读到，啊，不但阿弥陀佛给他们讲经说法。阿弥陀佛还鼓励大家每一天去亲近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啊，阿弥陀佛开放啊，啊，你去亲近诸佛如来准得好处啊，得什么好处呢？得福得慧
你去亲近佛陀啊，十方诸佛你都去亲近呢，你去亲近佛陀一定要礼拜供养啊，那个礼拜供养是修福啊。佛给你讲经说法了，你闻法开智慧呀。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福慧双修啊，从来没有中断。你的烦恼不会起现行啊。啊，十方佛无量无边呐，阿弥陀佛非常慈悲。以他本愿威神加持你啊，使你这个神通的能力，二维月智菩萨嘛，跟七地菩萨一样，你能够同时现无量无边身啊，有多少佛你就现多少身，同时去拜佛去供养啊，同时去闻法了，回来的时候所有的化身变成一个身，亲近本师阿弥陀佛，不是一个一个佛去拜访，那就累死人了，那太辛苦了，他有能力分身，有能力化身，你说这样多自在，所以无上菩提很快速地就成就了。你的老师通通是诸佛如来第一等的老师，菩萨是你的同学同参道友，老师是诸佛如来，这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要想快速成就，你不到这个地方去，你到哪里去啊？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所以求生净土的心非常恳切。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自然就随缘了，不会计较了。好，很好。不好也很好，反正都是欢喜心，为什么呢？与我不相干嘛。像我们旅行一样，找个地方住宿下来，今天吃一点东西，好也行，不好也行，为什么呢？我住一两天就走了，这个世界是旅馆呐，不是常住的，常住在西方极乐世界，此地寿命短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只要一生到那个地方，寿命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无量寿，你生到那里去也是无量寿啊。所以永远不会再有生死轮回了，永远不会再有各因之谜了。这个法门叫一生成就的法门啊！所以我们讲到水呀，水具足这么多的功德。这个八种功德第三个甘美，水味是甜的，第四个功德呢，它的水清软，不像我们这边水很重啊，它的水很清啊，所以我们这边水水往下流啊，西方极乐世界水可以往上流啊，它往上流什么原因？清，像清气一样，它可以往上流。第五，水运则，那我们这边的水
也有蕴存。第六种啊，安和，这是我们这边的水没有。我们这边如果注意到海边上看看那个海浪波涛，你感觉到很凶险呐。西方极乐世界的水是平和的，没有波浪的。你到水里面去游泳啊，很安全，你不会呀被水淹没。为什么呢？你想那个水多深呢，水就随你的意思就多深。水如人意呀。第七种好处啊，这个水不但可以解渴，而且可以除饥。第八种功德呢，你饮了这个水呀，长养助根呐。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呀，六根呢，都能够得到滋养。所以这水的好处就太多了。那真正是多福报的众生。长时间的享受啊，所以他不但能够养身体，养精神，他还能长养善根，这是我们这个天水没有的这些功德，但是不能说没有。用水都是一样的，我们这边人没有这个功德，所以水也就没有功德，人有功德，水就有功德，人心开觉了，水也就觉悟了，确确实实，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相生。这近代科学给我们做出了证明。好，现在我们看经文。又其讲堂左右，这个讲堂是阿弥陀佛教学的所在，同学们，同学是诸菩萨了。经上讲的，诸上善人，那个上善，古大德的注解告诉我们，是等觉菩萨。我们这个世间。见一个等觉菩萨可不容易啊！西方极乐世界等觉菩萨太多了，比往生去的人不知道要多多少倍，所以你听佛说法，然后跟什么人讨论呢？跟等觉菩萨在一起研究讨论，你看看这多殊胜。观音、释智、文殊、普贤都是等觉菩萨。我们这个经一开端，给我们说过十六位在家的等觉菩萨，十六正寺，贤护等十六正寺是在家的等觉菩萨，所以我们学佛。心要平等，特别是出家人，出家人今天成就不如在家人，这里头有道理。
什么道理呢？出家总比在家高一等，这傲慢心啊，傲慢把你堕落下去了。那在家人呢，对出家人生恭敬心，恭敬心与心得相应，傲慢与烦恼相应。所以他不懂这个道理。为什么无量寿经一开端，出家的菩萨只说了几位，在家菩萨说了十六位，你们想想用意何在？我在前面讲的时候跟诸位报告过，是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真正明了，不但法平等，这般若经上诸位都念过，诸法平等，无有高下了。法平等，人也平等啊，众生平等啊。我们看一个蚂蚁，觉得蚂蚁很小，那我们比它高多了，这个不平等的心生起来错误了。所以你学佛没有感应。如果你平等心，你看到蚂蚁或长蚂蚁菩萨不一样了，你就得受用了。昨天有个同学来告诉我，他给我讲一个真的事情。他有一天在自己家里厨房，一大堆的蚂蚁。那么在以往呢，他就会把蚂蚁清除掉了，杀掉了。那么听到我佛教讲经告诉的时候，蚂蚁通人情，他就试验，他说。蚂蚁菩萨，我现在通知你，明天呢，我这个地方要清扫，希望你能够搬家，要不然明天的时候，那你命就没有了。他到第二天早晨去看呢，一个蚂蚁都没有，真的搬走了。很有道理所以你们在家里头遇到些蟑螂、蚂蚁这些东西。千万不要杀，你诚心诚意，你跟他说话，他懂，连水都懂何况是个有灵性的动物呢？没有一样，我不懂，整个宇宙，动物、植物、矿物都是活的，都不是死的。所以学佛的人是以平等心待这个宇宙之间一切人事物，要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不要以为说他不如我，我比他高这种念头起来，害自己没有害别人你自己修学功夫为什么不得力？为什么转不了境界转境界头一个转自己你自己为什么转不过来？就是你心不平心不平就不清净，不清净你就不真诚，你的菩提心，菩提心是你的真心，你的真心完全迷失了不是没有，有迷了迷了之后呢，有妄心，妄心是虚伪，染污，这个染污就是七情五欲，七贪嗔痴慢，你心染污心高下心，
总以为自己比别人高，人家都不如我。啊，你会起这种心啊？跟你自己的真心本性完全相违背，错就错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说实在话，如果不是佛菩萨慈悲教导我们，我们怎么会知道？